疑难杂症，药到病除，名医出诊，莫失良机。来看看呐，有病的治病，没病的强身呐。疑难杂症，药到病除。当归，哎，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人来看病啊？只能说这里的人都无病无恙吧。怎么可能？一定是你喊得还不够卖力。小姐，我医者父母心，我要主动出击去了。哎，小大夫，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乱。金妈妈，现在把人搞得半死不活的，怎么处理啊？医好他。什么？医好他，给他一件衣服穿啊！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今天这么反常啊？佛心来的嘛。小姐，妙手回春，天助我也，连走路的功夫都省了。嘿，等等，就你了。我，他，走。瞎嚷嚷什么呀？你们抓我来干什么？妙手回春，悬壶济世。找你来，当然是让你给病人治病了。治病啊！对呀，我是治病的。你们有什么疑难杂症啊，全都难不倒我的，绝对让你们药到病除。哦，病人呢？病人在哪里啊？怎么样啊？还有没有救？五脏六腑全都被大移位了。啊！太有挑战性了。那还能不能治啊？别急，马上。哦。这家伙事儿还挺齐全的。那是，我可是专业的。3号、4号、5号针。
怎么样了？看来我要使出拿手绝活了，快把所有针都给我。啊，哇，就吐习惯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呢，等他把这体内淤血都吐干净了，他就醒了吗？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邓奎，记得回去写报告。爷爷要是知道我今天医好了一个病人，一定会支持我继续行医的。原来是菜鸟。哇，胖子，你好了没有啊？哦，你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是胖子啊。这里是哪里呀？哎呀，都自己能走了啊，能有什么事啊？原谅我不能当面言谢，你多保重了。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惨了？没那么惨啦，至少你又活过来了。问题是我是怎么死过去的？小姐，他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是不是把他医成傻子了？咱们还是赶紧留吧。公子，啊，您多保重吧，我们就此别过了。哦，哎，等等，药方给你，回去按方抓药。啊，谢谢啊。这药啊，一日三帖不可间断，用八碗水煎成一碗，七日后你就会痊愈了。谢谢啊。等等。成都仁和堂的药材货真价实啊，去那里买，不会受骗。仁和堂，不会受骗。大夫，我已经够惨的了，麻烦你有话一次都说完。这个呢是我的名帖，有病的话就来找我好了，包你药到病除。好了，没有等等了，后会有期。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就此别过。什么人呢？这又是什么地方？哎呀，县太爷上任了。我真的不是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不是，你不就会说这一句吗？因为我没有别的话跟你说呀。行吧，那等太师来了再说呗。我我觉得我才是，那能行吗？
太师驾到！哎呦，太师来了！太师，你来的正好，我等着呢。青年才俊，一表人才。什么青年才俊，一表人才？哎，不，穿上龙袍也不像个太子。不是啊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根本就不是。太师啊，吉时已到，这第一步流程呢，还是您朗先揭牌。太师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不，太师，我的。今天呢，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我们苦瓜县又迎来了一位新县令。下面，有请我们德高望重的田太师。为我们第三次主持揭牌仪式，大家鼓掌。点炮。瓜县，啊，什么名字不好取？叫苦瓜，这个地方能兴旺吗？咦，哎，长官，我抓药啊。什么？你这个药方是不是开错了？要不要再确认一下？让你抓你就抓嘛，哪儿那么多意见啊你？可是以本人多年行医的经验，人家那个大夫也是有很多年经验的，总比你这个小药不多吧？哎呀，你放心，啊，钱不会少你的，抓吧。好吧，这可是你让我抓的啊！啊！哎，咱们镇升格成县了，今天还有位新县令要上任，一定得去看看呢。啊，快！新县令上任，现在由田太师亲自给我们苦瓜县新任县令杜云腾杜大人戴上官帽。正式上任，好！太师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？你确定是我吗？哎呀，你这人是怎么了？别扭扭的，当个县令也这么扭扭捏捏的啊？不是，你听我说啊，我思前想后，这个县令我真的当不得呀。纸包不住火，露了馅儿的话，那可是杀头的罪名啊！哎呦，到了这个节骨眼，你还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啊？你耍我呀？没。我是太师啊，连太师你都敢耍呀？不，我告诉你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让苦瓜镇升格，在皇上面前费了多少唇舌呀？好不容易来了两个县令，来一个走一个，干了三天都不到啊。你倒好啊，破例了啊，官帽都没戴，你就跟我说不干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是。哎呀，反正你给我记住，苦瓜镇已经黄了两个县令了，你要是再不干，朝廷跟我翻脸，啊！苦瓜县要是降格了，这个责任你担待得起吗？哎呦，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？我真的不是。完了，这个冤家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杜云腾，新县令不是隐形人吗？怎么会是他呀？喂，啊！你跟我说了不是，这不是半天，你到底不是个什么呀？我不是不想干，我想说，要干就要干到最好嘛。哦、要是我干的不好的话，那就不是个东西。好，有志气，我喜欢，我满意。来，把官帽戴上吧。来，他当县令，这不可能啊！我是奉朝廷的指派，
即将去苦瓜镇上任的新县令。啊！杜大人呐，以后啊，这个苦瓜镇就交给你掌管了。啊，你看看，这个苦瓜镇淳朴的百姓，他们的将来就全部都交给你了。哎呀，那真是责任重大，任重道远呐。下面啊，有请我们倪前镇长，以现任县令交接官印，大家鼓掌。松手！啊！大人，哎呀，大人没事吧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这官印很沉的，拿起来不容易呀。啊，是是啊。县令大人，那就对我们百姓发表一下您的政见吧。啊，政见。哎呦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没事。我说官印呢？没事啊。啊，没事就说呀。啊，真的要说啊？百姓们都很期待呀。政见，政见，好。首先呢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。那今天呢，我是第一天上任啊，那算是第一喜。只不过呢，我还有一个惊喜给大家，好让双喜临门，普天同庆啊啊。从今天起呢，我宣布，苦瓜镇正式改名为欢喜县了。欢喜县，这名听起来不错。是啊，欢喜县，欢喜县好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不会被隔壁县笑话了。欢喜县，啊，我们从来就叫苦瓜镇，你倒好，说改就改啊！非改不可。你想想，苦瓜镇能够从一个小镇升格为一个县城，是多可喜可贺的事情啊！我希望百姓们呢，往后的日子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过，天天有喜啊！所以呢，改名欢喜县就是我为大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啦。好，改成欢喜县，我也喜欢。哎呀，看来朝廷真是派来一位人才呀！啊，来来来，啊啊啊！好吃，好吃。曹西北，你女儿早晚都是我的人呐，我看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冷静冷静冷静啊！那我就在欢喜县等你，有种的就过来找我喽。来，宝贝，亲一个。亲一个嘴呗。小王八蛋，吓死我爹，你磨斧子干嘛？把斧头磨得利些，待会儿砍起人来，那才叫做痛快。哇哦！哎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小心点啊！我果然痛快。哎呀呀！爹，你刚才在这儿自言自语的胡说些什么呀？爹，我去。
你刚才上哪儿了？啊，我刚才把河边捡到的那个箱子给杜公子送过去啊。杜公子？哪个杜公子？嗯，就是那个杜公子啊，你老想砍的那个。什么？那个臭小子！女儿，让爹看看，他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什么怎样我？哎呦，就是，有没有怎么样？怎样嘛？你怎样？哎呀，爹，你也不想想，他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放屁！我不相信，你怎么来来回回的去找他？难不成你们交上朋友了？娇娇啊，我平时再三告诫你，天底下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，啊，当然，除了你爹以外，这些男人呢，都是垂涎女人美色，所以说呢，他才愿意跟你做朋友的。这应该把全天下这些男人都杀光了才好。爹，这个杜公子正是新上任的县令，好吧？什么？哎呀，完了！嗯，这还有王法吗？朝廷命官单个调戏良家妇女，哎，不行，我非得杀掉这个狗官不可。哎，不，先阉掉再杀，这才叫顶天行动。爹，哎，爹，哎，爹，去哪里啊？杜大人呢，啊，你只看到这县衙外头的寒酸，你还没看看里面呢。嗯，哎呦，我明白了，是为了保护县令的人身安全，所以你们呢就把这里弄得败絮其外，金玉其中啊。嗯，太有想法了。金玉呢？金玉呢？这哪里是县衙吗？其实这不是县衙，真正的县衙。老县衙年久失修，还不如这里呢。啊，这个县令我不干了。啊，大女儿，你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说话出尔反尔的？太师所言极是，小的在旁听得一清二楚。哎，你就在这儿安心的做县令吧。啊，这哪里是办公啊，我觉得办丧事还差不多。你就好好休息，不打扰了。啊，不是太师，你，哎，妈，这，喂，哪里是个衙门，根本就是一个丐帮总坛，我可不要当洪七公啊。哎，今天帮主有事休息一天啊。杜大人啊，太师。杜大人，您要出去呀？啊，对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待在里面总有一种想自我了断的感觉。啊，那散步还要带着行李？哎呀，太师，你看这个县衙连门都没有，我怎么能安心把自己的东西留在这儿呢？啊，杜大人所言极是啊。哎，好，那就你们两个留下来，保护杜大人的安全和财物。是，太师。太师，杜大人，杜大人，杜大人，嘘，哎，不好，杜大人跑了。他跑了，行李怎么还留在这儿？
我们一定是中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能逃出这个鬼地方，区区行李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杜明腾，我一定要逮到你！哎，镇长，镇长，县令大人在吗？我去探望探望。还是让他跑了。跑了？我自由，我自由，我自由了！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刚才那个是哪个单位的？为什么要偷袭我？摔死你个王八蛋！胆敢碰我曹西北的女儿，知道谁是刘瑾吗？被先帝处死啊！我危害苍生的大太监吗？知道就好。今天老子先把你变成刘瑾，然后再送你去见刘瑾。爹，你听我说。你不要再说了，女儿，我马上出马替你教训这个欺负你的王八羔子。要死！张生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哎呀，家和万事兴啊，家和万事兴。爹。我还有，还有，你让不让人活了？活。哎呀，丢了一把还有两把，难道这就是江湖中传闻的轰天无敌三把斧？轰天无敌三把斧，没错，这个人称鬼剑虫的轰天无敌三把斧已经在江湖上消失了几十年，想不到会在这里再度出现呢。哇高啊！哇，能和他对上这么多招不落下风的，这姑娘也绝非等闲之辈呀！哎，那她又是谁呢？你看她出招曼妙，步伐轻盈，犹如风卷残云之势。她应该就是第十七代峨眉派的女掌门，玉面玲珑风小月。啊，小心呐！喂，你没事吧？走。这次又是谁？怎么现在的人都喜欢打我？我做错了什么？还是先歇会儿。你不是说你想救我的吗？是菜渣。
再扎。对不起，刚才我为了唐明一时情急有所得罪，请多多包涵。算了，原谅你了。啊，嗯，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嗯。不是，我等等，哎呦，放弃我，放弃我，再轻点。我不是故意的。闭嘴啊！走吧。是你先亲我的。你还说？嗯。走啊。是你先亲我的。还说？我没机会。今天的事情不许想也不许提，保证。走吧。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不是很恨我吗？为什么要救我？不过我也知道是明知故问了，因为刚才我充分感受到你关心我。你舍不得我，哼，你少臭美了。我帮你呢，是怕我爹杀了你，放了他的斧头而已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有道是人间最短的距离嘛，莫过于同生共死。你嘴巴里不承认呢，只不过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。住嘴啊！早知道不帮你了。再见。嗯。站住！不许跟来。啊，不跟。乖。反正我知道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。血就不好了，还不快走！啊，不太好吧？后会有期。哎呀，那我现在去哪里比较好呢？还是出城比较安全。想出城？好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啊！砸到人了！哎呀！哎呦！爹！爹！要不要紧啊？来，小心点啊！爹！防不胜防，到底是哪位啊？啊，
爷。爹，你明明不就是摔了一跤吗？又没有受伤，至于把自己包成这样吗？闭嘴！我怎么养出这么不孝的女儿啊？你居然为了一个小流氓跟爹爹动手！爹，谁？你叫谁爹啊？爹爹，您在女儿心目当中呢是最重要的。那个臭小子还不及您的万分之一呢，我这样拦着您是怕您闯祸吗？别净拿好话来哄我。爹爹，你想啊，那个杜公，那个臭小子，那个臭小子是心上人的县令，您要是杀了他，就等于是杀了朝廷命官呢，这罪名咱们可担不起。您这一时兴起把他给杀了，那咱们以后不是要过上逃亡的生活了？女儿怎么忍心呢？是不是啊？啊，别生气了啊！哼，真是不公平，这臭小子居然会当上县令。啊，就是啊，凭什么当县令啊？对对对对，啊，说到底算他命大，在县城之内动手呢，的确有所不便。别让我在县城之外遇到他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爹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白说半天了。哎，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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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帮爹把这身绷带解开，勒死我了。就知道爹爹最好了。哎呀，这哎呀，哎，都快透不过气来了。那你绑那么紧干什么？哎呀，这不显得逼真一点吗？哎呀，解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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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知道我会心疼你。哎，女儿，别把头发弄乱了啊。啊，要发型要发型。哎，要发型发型。嗯，行了，手上自己解吧。嗯。臭小子，杀！哎，我自由了。啊，我终于自由了。可是曹姑娘对我情深意重，我要是就这样一走了之……太师啊，太师，哎，太师，哎呀，这个倪镇长，你找老夫有什么急事啊？杜云腾跑了。跑了啊！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。哎呀，太师啊，我刚刚路过县衙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太师府的家丁，他亲口告诉我，也找不着杜云腾了。嗯。哎呀，这个欢喜县呐，我觉得不可一日无主。虽然这个杜云腾跑了，但是我倪坤已经做好了为民排忧解难的准备了。太师啊，择日不如撞日啊！太师，这太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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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县令人呢？太师。太师啊，你看啊，杜云腾都跑了，哎，这新县令耶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么隆重啊，真是没想到啊，大家呢这么重视我，刚分开没多久就集体瞻仰在下了。哎，你不是跑了吗？谁说我跑了？我要是跑了，干嘛要留下行李呀？我要是跑了，干嘛要回来呢？哎，杜大人啊，误会，误会了。只要你在，就好了。但是你放心了，我以后就在欢喜县扎根，你赶都赶不走我。杜大人呢？你怎么会突然有这种领悟啊？啊，因为。
我找到了留下的理由。啊啊！哎，而且理由很充分。啊，一场虚惊。哎，杜大人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啊，太师请。欢喜县怎么会有两个县令？隐形人是县令，现在杜云腾又做了县令，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想到了，杜云腾他谋财害命，把炸弹放在船上，把正牌县令隐形人炸死，自己当上这个冒牌县令。哦，真够狠的。哼，你害我捕快都没得当，现在我有了你的把柄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